你好，我是来业务部报道的简庆芬。哦，稍等。好巧啊、哦！我是何瑞芝，经理把你分到我这一组。组长好，抢过来啊！别闹了，人家很爱很爱他女朋友。不好意思，张一静，你明天穿什么？干嘛管我明天穿什么？就那个新来的简静芬，她又跟你穿的一模一样。哦，干嘛看我手机？这谁？如果你觉得有个东西，你只是觉得还不错，你正在考虑的时候，有人拿起了它，你是不是就产生那种非要抢走它不可的念头？跟我分手是对的。一时的善良，终究还存在。对啊，而且我是坏女人啊，这样你还想跟我谈恋爱吗？真的不是个好情妇。何瑞斯跟他老婆感情很好，他不会离婚的。我不想。如果当初你娶的是张一静呢？直到身边都空无一物，才算舒服。你后悔过吗？我后悔会让你比较爽，是不是？也许哦。